还看谁呀？我都不敢看了。我今天看了 JJ 的朋友圈，虽然他今天他说的话是有击溃我，但是同时也是让我意识到自己的，就是自己也有觉醒。我希望可以在朋友圈里面再获得更多的力量吧。可以了。大胆的开始新的未来吧。肯定是马呀。这全对，就没辜负我们的期待。是。没想到我们两个发的朋友圈这么的近似，它的内容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也是写给我看的。我今天发的朋友圈其实也是第一次发两个人的合照，在目前的这个阶段我是挺确定的。对，嘿嘿，哎呀真好。因为我对大木有好感，所以只是看他一个人的。俊霖啊，他应该没悬念，他没有悬念，对，他肯定是看大梦。也是在海洋公园拍的啊。写的文字里面还有大梦的名字，好像在海底发了一场大梦。我觉得他今天发这个朋友圈是在坚定的选择我。特别巧的是，我们俩在没有商量的情况下选了同一张照片发朋友圈。天啊！他发的也是我的那张背影。你要亲他吗？我不要。The future wife。冲呀！丰富了，锁了，小花，可爱，等一下，Hello， 谁嘛？好难啊，没什么线索。哎，对喽，是沈峥哦，对了，不错。我今天看的是英英的朋友圈，多跟她接触下来，我能看到她不一样的一面。我也想鸿运当头的感觉。我对英英也是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吧，她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人，她的想法是非常的丰富。我有时候冥想的时候，就会把自己想要进入太空的状态啊，踩着每个星球这样跳上去，就是那种玩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想更多了解他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我也不知道我要看谁嘞，没想好。我现在深度接触的只有老马一个人，觉得我不是他的那个意象当中的人。那今天约会两对 couple 一起出去，我也不确定到底谁在约我，所以就会还蛮想去认识其他人的。哇，给我们巨大惊喜了！快点开王震朋友圈。谁呀？江俊霖。这个太难，这谁能知道啊？让我们所有人都全错。我看了 Kelvin 的朋友圈，因为 Kelvin 他一直在我的意向排名的上面。我来看看这个是谁啊？这个真的是没法猜，没法猜。啊，我知道了。
可能小屋里面所有的男嘉宾，他可能现在是排在第一位。老师辛苦了，我要挑战你。膨胀了，膨胀了，给你一点颜色，你真的开启染房了。哇，好甜呢。嗯，就是感谢他来教我去打网球，挺好的，互相扒了嘛。哎，我觉得我跟 Pam 的相处模式是逐渐接触的更多，让大家觉得更放松的状态。比如第一次是10%，然后昨天可能是20%，今天30%这样子。很高兴认识你。笑一下。还没有走的感觉。微微一震。微微一震。耶、yeah ，成。我感觉我们两个就是比较，被动的人，还是要通过日后的相处。我觉得是有机会发展下一步的，自然最重要。他们两个真的好自然，很舒服。静瑶没有什么悬念了。嗯，我看所有朋友圈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发给我的，因为这个事儿我好像能感受到一部分他的情绪。好球！你这个扔的球没老师扔的好。是是是，来，我的来。好球，他比我打的好啊。其实我会可能想，他是觉得我没有表现对他那么感兴趣吗？或者那么对他上心吗？可能是这样吧。我觉得我最后这一句朋友圈还是发给王振吧。谁呀？不管是跟我表达他没有还是有，我觉得会有一个答案。我今天晚上还是看着他的朋友圈。今天一整天下来，我会觉得可能老王会更关心陈乔薇的感受。其实我内心没有太多想法吧，就可能更多的会确认我自己的判断而已。挺好。希望苏苏就是觉得这就是等到那句话的，对，就也行，对吧？又哭了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去向好朋友倾诉去了。对，他也是一样有情绪需要释放一下。我都好几年不哭了。没事。我平时真的很难哭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我不是刚看到你哭吗？在抽签的时候，抽签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哭吗？没有视频啊。我真的很难。别人都看不到我的喜怒哀乐，也看不到我生气，也看不到我不开心。没表现啊。本来我刚刚情绪已经好了，那我真的把你当好朋友了，我看到你的时候又想哭。我压一下，等一下。成年人的世界哪有只有感情，会掺杂很多其他东西啊。肯定很丑。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就可能比较倔。我真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。就是他不去做他怎么知道呢？所有的答案都是你自己在那想。对对，他这个感情是单方面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有一种感动是自己把自己感动。
就其实你可能对他感情没有那么深，或者是你可能也不至于这样子，但是你自己把自己感动，你自己放大了这个情绪，放大了这段你的付出或者你的感情，然后就是自我感动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对，说得很好，太放大了吧。嗯，因为平时可能会有其他事情，有其他工作，我根本没时间闲下来。可能真的大家太沉浸式了吧。他一直在合理化自己的难过，好让人难心啊。这一下我的桌你内心其实很像我的。是吗？嗯，为什么？我内心也有很多感受吗？嗯，就是我可能可以收起来，就不让别人。我也可以收起来。我知道，其实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我还可以继续收起来，我生活中认识很多别的朋友，他们都没看我。但是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您是生你最好吗？生之交。对，生死之交。他俩蹲着像两个小朋友。嗯，也对了九个，糖糖是十个，我也十。你可以拿死我了吗？哇，我十一个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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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错了哪一条？就错了一个沈正，就沈正错了。对，哦对，我就错了沈正。哎呀，我就应该抄他的答案。来吧来吧来吧，我们掌声欢迎纯叶挂锁。哇耶、yeah, 我可以挂锁。哇、哎、呀厉害厉害厉害，简单啊。